来了。哎，这条鱼还不小，想跑。哎，来了。哇，这条鱼怎么甩来甩去啊？弹性很好。 Catfish 猫鱼。哈喽，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我的是 VR 疯狂垂钓。上期视频我们解锁了三洞钓点，在这里边非常的奇怪，地上堆满了现金，比如这个一卷现金，不光有现金还有金条。我们上一次藏了一个金条，口感还是不错的。现在不是流行吃金条吗？这个山洞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让我们来慢慢解锁。这边还有箱子，可惜有箱子没有钥匙，我们需要把钥匙找到了才能打开这个箱子的秘密。这边，哇，这边是成堆的现金和金条，而且有时候光从顶上照下来，这里还有一个长的藤条。如果用现金当鱼饵，能否钓到鱼呢？让我们来试一试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我看到一条大鱼，非常大。哇，那里鱼跳出来了，是钥匙鱼。到底第一杆谁会上钩呢？我们来期待一下。哇，看到了，咬钩了。慢慢的，喏，哇，这是什么鱼？铃铛鱼吗？像铃铛，长得还非常可爱。这个鱼多么重呢？10.95公斤。Bellfish， 我的天哪，在河里还有这种鱼，把它卖掉。这边有自动售卖机，把它卖掉会怎么样呢？我们试试。卖594块钱，还不够买两个鸡腿的。刚才用的是现金钓鱼，那么我们换一种鱼饵，黄金。没错，用它钓，会不会又出现很多奇怪的鱼？开始。让我们慢慢等待，钓鱼需要耐心呐。来了，它来了。咬钩了，想跑，有这么容易吗？咦，哎呀，上来吧！这又是什么鱼呢？哦，射手鱼，它能射出很多小球，你们看。哇，这什么球啊？是网球吗？家里养它就不缺球了。弹性非常好，我们离得再远一点。发射。这个鱼非常好玩。啊，它有多么重呢？11.45公斤，射手鱼。让我们把这个鱼加工成鱼饵，能否钓出更多好玩的鱼？我们看一下什么饼干，曲奇饼干。那好了，还有一封信，把饼干吃掉。哦，非常脆呀。哇，那里有一条鱼蹦出来了，你看，不捡白不捡。我们吃掉这个，变小。
我哎，我干了，快变大，快点，机不可失。来晚了一点点呐，他又跳进去了，还有没有跳上来的鱼？没关系，只要我们耐心等待，终究他还会出来透气儿的，吃掉蘑菇，进入对面。整个山洞变得异常小，我可以一手碰到洞顶。我们用饼干做诱饵，钓下一条鱼。这一次来个近的，我看有没有鱼上钩。来了，哎，这条鱼还不小，想跑。哎，哎，没这么容易啊。来了，哇，这条鱼怎么甩来甩去啊，弹性很好， catfish， 猫鱼。我的天哪，这条鱼长得像猫，声音像猫。你们听，如果不看尾巴，光看眼睛、耳朵、爪子，哇，非常像猫啊，可惜就两个爪子，不是四个。这个鱼是不是老值钱了？把它翻过来看多重，6.42，稍小了点，把它加工成食品，会是什么呢？哇，一把钥匙，还有黄金奶酪，一封信。我们把钥匙捡起来，把奶酪尝一尝，把它吃掉，会怎么样？哇，香啊，妙啊！钥匙已找到，宝箱就在眼前，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？那么让我们下期继续解锁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